这个是我很严重的一个发现。我常常发现一个世纪一百年中间，东半球的人，中国人做了些什么事，西半球也做了些什么事，不会倒出一百年。这里出了这么一个人，那边也出了这么，这边出了一个汉朝，那边出了一个罗马，这边这么变乱，那边也这么变乱，全是个一样哦。我常常笑自己，我说抗战时候我看到，哎，今天四个人英雄蛮多的啊，日本出了一个英吉东条，侵略中国，还有出了这个墨索里尼啊，这些我们人一路都看过来的啊。墨索里尼，再后到希特勒，再后有丘吉尔，再后这一边有这个蒋介石，这边有毛泽东，还有现在这批英雄们都亡矣啊！现在呢，英雌都没有，还不要说英雄了。这个时代就很奇怪了。啊，这边出来那里人，那边出来些什么人？这边出了什么事？那边做了什么事？啊，我说慈禧太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两个女性当家的啊，韩国是明成皇后，这边是慈禧太后，那边是英国是伊丽莎白女王。嚯哟，我是英气鼎盛的时候，统治了世界了这些男人啊，那。哎，后来英气没有了，英气了，出来这些呢，啊，希特勒啊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墨索里尼啊，或者法西斯啊，什么什么，我闹了几十年。哎，现在好了，做个英雄好了，就让我们这些呢，狗熊都不如，老去了，啊，新的英雄好像没有生，不晓得这个时代，很想看看人物，看不到了。所以我们看历史要这样去看。汉文帝的时候啊，汉文帝活了多少岁啊？我的跟你下面都有啊。汉文帝在多少岁啊？对呀，还没有到，没有人，我们这个年纪轻轻死了。哎，可是汉文帝上台的时候，天下这么平下来，我们中国文化秦始皇诏书以后断层了，不过比现在断的差不多啊。断了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再恢复，八九十年再恢复。我们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94年，文化应该慢慢恢复，收拾他看看他这个政治怎么处理。他上台以后，我上面资料都给你，最好要看原文啊。那么这个这种看法，这个我就恢复到从前教书的办法，教年问了啊。第二月啊，在此一百年之间，就是西元，我不愿意称公元，他公他的，我还是很实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所以叫他西元可以，我已经对他很客气了啊。西元以前140年的前后，汉朝那个时候很乱哦。这个老太太当政倒了一塌糊涂啊！汉武帝统天下，这个16年当中，哎，跟现在一样，哎，江青四人帮一样，完全一样。江青是很乱，16年，好，把吕后一打倒，江青一打倒啊，这个鲁邦的江青，好了。刘邦的儿子给他干的差不多了，都没有了。这大臣们商量叫谁来做皇帝呢？想到一个人，汉高祖的刘邦的儿子，他的妈妈姓蒲的，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政府的大员蒲一部那个蒲啊，山西人，姓蒲的。姓蒲的呢，这个儿子。这个姓蒲的这位妃子啊，是刘邦的，实际上他是第二嫁，原来的魏王的一个皇后，魏王给汉高祖统一了以后，就把太太接收了，就封他为蒲妃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汉王的刘邦。那么蒲妃这个人呢，很了不起，读书人，他念着老子，
庄子道家的思想，一看吕后这个大太太这个样子啊，太可怕了，他就靠边去了啊。所以呢，刘邦就封他到山西塞外去，关外去，带到儿子刘恒在那里。汉朝政府内乱，等于私人帮内乱，最后没有皇帝，想了半天叫皇帝，哎呀，只有蒲皇蒲飞啊，他教育最好，文化最好，学老子的主张清正无为，给人家了五经，他的儿子教育得好，请他来。所以汉文帝一来以后也不过二十几岁啊，他就不肯来，在山西边境靠蒙古国边上，是历史叫做苏代啊，是那个地方。那他不肯来，来了以后他是听母亲的教育，学道家的，以清正无为治理国家。刚才讲过老子的思想，越持越戒，这个戒同经济学有关了，经济管理了。越不敢为天下先，用这三个原则啊。所以他来啊，第一年就把国家法律改了。这个法律，汉朝的法律用的是秦始皇以来的法律，很严改掉，七奴连坐法废掉了。一个人犯罪就判一个人，动他的太太，动他的孩子，动他的家属没有关系，不可以这样做。他第一条慈悲爱人就出来了啊，年纪轻轻二十几岁登位啊。第二条我跟你写，问丞相周勃、陈平你做什么事，他有的丞相这两个人捧他上台的，这两个当权派啊。啊，他们有一天问宰相，等于说国家主席啊，问这个国务总理了周勃，他说今年的这个财政收入多少，周勃说我不知道啊，啊，现在的人口多少我不知道，外贸进口货要多少不知道。这个汉文帝二十看他有时跟汉高祖来一起起来的大将军大元帅，很不高兴了，什么都不问他副宰相陈平，问陈平，他是都不知道，你是副宰相副总理应该知道。陈平说你问什么，财政叫财政部长。他说我问那个进口的啊，叫外贸主任。哎，汉文帝听蛮高兴，他说那你们宰相管什么的，宰相的管一切大小政，由中央去管到政府，各个公务员哪个人不正直，哪个做得不好，然后国家大事在是我们管嘛，啊，这个杀人不杀人我们公安局去管，这么宰相管的。汉文帝听有道理，嗯，你讲得对啊。这是的详细的内容，这个文章很精彩的，我没有给大家写这一条。汉文帝那个时候，你要哎，我吩咐大家看中国历史啊，最好看原文，可是你旁边像我十几岁念到历史，旁边放一本地图，因为准备出来打天下的，想带兵打仗的，这个地方讲这里，打到这里，打到这里了，这个地方有什么出产什么啊，放历史，现在还跟外国对照。嗯，汉文帝出来打天下，汉朝南方强将一南是什么人，还有个人当皇帝反对中央的，姓赵的，叫赵头，赵头啊，请南越王公开反对中央，因为刘伯的太太做得太坏了，请啊南越王赵汤，湖北人，那个到广东的当皇帝，广东、广西、江西、福建、云南都是他手里，半个中国。北方蒙古，东面包括浙江的东阳以下，到温州、到福建都
力量都达不到的。汉朝中国统一力量人口大概几千万，你都要注意土地有多少，税有多少，一个多历史，这样搞清楚了叫做读书了啊，不要乱七八糟读书啊。按高就上来，你看四面都有敌人啊，他一个年轻上来，内政也不好上来，先把自己一整等。所以我有一个题目讲，我为了这件事情啊，我出了一个大还笑话在那里，我办了个刊物讲老子，我就讲到汉文帝啊，统一江山两封信都搞定了，没有出兵，只写两封信就把中国统一了。哎，我的题目叫统一江山一纸书一封信。我就讲到他写一封信给南岳教徒，怎么写？你看这个皇帝这篇文章是在说的，写这个第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两句话就把教徒打得动不了。朕就是皇帝之臣，我乃高皇帝缺失之子也。妻子于旦四个字，妻丢掉了。他说我啊很谦虚啊，等于说赵白白，他的教徒的年龄跟汉高祖了同一个年龄同一个时代，赵白白我啊，我是皇帝的刘邦皇帝的姨太太的小儿子，就给他来这一首。而且妻子一代，我爸爸还不要我，把我丢到山西那个蒙古边上去了，两句话啊，妻子一代，然后说现在中央政府出了什么什么问题，他们硬要我来做皇帝，我只好做皇帝。你们，他说你的家庭啊，你的祖宗坟墓都在山西湖北，我已经派人给你修得好好的，而且派很多部队把你家里的坟墓房子都保留起来了，你家里的那些亲戚我都把他给啊这个供养的好好的在那里啊。那听说你们，哎呀，天下最好不要打仗，打仗是没有办法的，打来打去啊，老百姓可怜，死的太多了，就这么一封信。哈，派来一个大使叫陆贾，读书人，你去吧，把这封信。陆贾跟赵佗来认识，都跟汉高祖同时的。陆贾一去，把这封信给赵佗一叫，赵佗打开一看，一身汗。哎呦，刘邦就没有这样一个儿子啊，这太厉害了。哎，他公然叫我赵白白，他自己说，哎，我是爸爸的那个小老婆的一个儿子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赵白白了不起，这下吓到了，这个动不了，马上把皇帝南越王的招牌拿下来投降了，就回来一封信。哎，同样的很妙的文章，本来秦赵佗南越王广东这个月赵佗啊不得了，也就是现在安南都归他管的，现在的云南广西广东包括云南不差不多一半在内啊，云南贵州福建江西一部分这样啊，你可多威风啊。他这么想，蛮夷大有长，臣赵佗投降，自称蛮夷，蛮子里头没有文化的地方，少数民族的大有长不敢称皇帝了，这就是政治啊，蛮夷大有长啊，臣称臣了嘛，马上投降了，赵佗回信给他，他说我不是要当皇帝啊，是你爸爸死了以后，你那个那个大妈妈吕后一塌糊涂要跟我那个反对，所以我看不惯，我自己做起皇帝来，现在你大少爷做皇帝做得那么好啊，我当然不当皇帝，跟你老婆坐一起了，就投过来一封信。这个完了，第二封信写个匈奴
匈奴不是欺负中国人，后来汉武帝打匈奴是应该的，这个时候他就去了，一封信给匈奴，也是这个办法，不要打仗，打架两边人民痛苦，啊，我们不要争了。哎，匈奴接到这封信啊，也辞别了，也愿意给他讲和了。这就是汉文帝用的什么政治经济的手法，用老子的越吃越戒啊。然后马上我把重要的一条一条跟你讲啊，交举贤良，方正直言，直接下一个命令，任何人提意见提报告，是去叫地方的首长，地方呢有青年知识学问好，人品好，马上选举送上来，真正开始选举，地方选举保送上来，我马上用，叫四个条件啊，贤，这个人很贤良，良很好的人，方正是人品说，没有讲博士硕士毕业啊，也没有讲你是海归还是土鳖都不问啊，只要四个字，四个方向，贤良方正，还有两个条件，直言讲的话一直的，不要耍手段，直接对我有错误的马上告诉我，叫地方选举报上来，第一两三年，这两年当中上来就哗啦哗啦什么都没有做，就干这个事。然后历史上记载这个愿望，我给你看看啊，等于带你们读故事啊，上美朝，那这个上就是讲汉文帝，那么写历史人公正他上面皇上，每次找人开会以后啊，每次朝要到宫殿里去，到会议厅开会的时候啊，郎从官相说，说郎就是一般师长们，他不是部长啊，啊，副部长以下师长们当处长们啊，当然是处啊局啊啊，这个该级的啊，从官就下面的公务员，有时候碰到皇帝了，上书说当面给他递报告，递意见书啊，为啥不直来抒情呢？马上一看有人站在旁边递信给他，停止，马上叫皇帝坐的那个车来念，马上停，接受下来。好，什么事啊？皇上，我有个意见给你。好，拿开，你也不可用，打开看了以后，这是等于这个意见不行，他把它放在边上不办，你也可用，意见对了就马上办。下面一句话，为上不请善，这句话怎么讲啊？啊，他车子过来了啊，我们还叫马志华啊，啊，还叫马宏达站在旁边看到，哎，他就叫侍卫停车，停车，有人拿封信给我，拿来看啊，他一定拿到信，谢谢你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会看，我会看。对，就在哪里看到呢？你眼中电影，为上不请善，善就是好的，他对任何人态度，他没有说啊。都讲好的，你拿意见给我们，很好，很好，请善，啊，这个中间我每一条每一条都是纲要啊，历史都内容啊，都演电影啊，这个中间啊，姓相令远安中郎将搬去任夫人的座位，这一段历史很有趣。因为我怕时间来不及，原文就不给你落下来了。那么你们看了汉武帝有个远安不是被杀的吗？这个故事吗？啊，他中郎将不是军人哦，就侍卫官，官还很小啊。汉文帝皇帝开宴会，开大宴会，
除了皇后以外，他喜欢一个妃子叫任夫人。那么这个园子管宴会的，今天他就把皇后位置跟皇帝排在一起，二夫人的位置把它切掉，没有了。这是皇帝最喜欢的人啊。那么汉文帝一过来一看，这个皇帝坐在看了半天没有那个位置，非常不高兴。可是他没有当场发脾气啊，他就把鸳鸯叫过一旁，为什么不摆他的位置？他好像不应该，要国家的体制，家庭的体制，你跟皇后坐在一起可以，他不能坐在旁边，他为什么不可以？这是中国礼记啊，下来古代的古礼记。第二，他说你不要忘记了吕后对待那个戚夫人啊，啊，吕后汉高祖有一个太太最喜欢的，等到汉高祖死，他把他眼睛弄瞎了，什么放在猪圈里变成不吃人，他说不要养起女人吃醋啊，皇上。哎呀，汉文帝一听，谢谢，非常高兴，也同时告诉任夫人，啊，他的意思不排位置是对的，所以任夫人也很好，两个人就马上送这个远安，不给他摆位置，大概送了50万美金。你看，这个多好啊！他这个人做人有这个样子啊。历史呢，有名这个学者叫贾谊，只20多岁就进去了啊。这几句话，我这很长一篇文章，中间关于经济问题、社会经济，真背本而去，抹在正中。现在的社会经济的发展、工商的发展，忘记了文化根本，国民的教育根本没有啊，而专门下钱看，走到自摸的路上，言辞之佛之俗啊，是一讲大家太浪费了，太豪华啊，太浪费，太豪华了，这个不得了，天下财产何得不绝，这个经济有出了大问题。这一段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啊，这都是一。那么中间有一段，我们看第六页啊，这个哎，时间来得及吗？以江西之为廷尉，廷尉是什么？司法部长，执法的，这最有名了。啊，这个原文历史，江西之为七郎，小公务员，10年不得调，10年了做了公务员，一点也没有出头啊。他靠远安推荐他，皇帝在见面，一见面就欣赏他，哎，一见到江西之谈了一下，哎呦，有道理，这个年轻的江西之啊，跑来给他皇上。给皇帝拿来当面报告事情，相约汉文帝怎么讲，我常常引用的，哎，当年我带部队的时候也带部下常引用的，请卑职无高人，哎，你简单一点，讲明白一点，不要讲高深的学理了，不要说什么什么资本论啊，什么什么大学博士怎么讲。卑职，卑职，你简单明白的告诉我，无高人，这个啊无，不可以高谈阔论，不要理论太多了，论证科学也。你报告的事情，你提出的办法，马上可以做得到的，你再提出来，不要讲那些啰嗦的话。这是汉文帝吩咐的啊。那么有一天，因习之人向人为禽兽，属不能对，楚却的帅夫带队胜西施，这是我摘录那个题目的原文告诉大家的。有一天啊，汉文帝跟他来去到上林，是国家公园啊，那现在来讲的西安的终南山，他到上林
到国家公园去问那个园长，你养几头老虎啊？有几只？等于我们这个会计学院院长那里有几个孔雀啊，生了几个蛋了？啊，问他，这个公园的院长答不出来。有个过老虎的那个小家伙啊，给皇上一点一点报告。哦，他们这一天马上要用这个过老虎的人。僵尸就反对不可以，他就为什么这样做啊？他说院长有院长的道理，怎么这一段？哎呦，汉文帝听有道理啊，就马上给他升官了。升官了以后啊，有一天，他的太子跟梁王啊，一共梁王也是他这个统宗的兄弟啊，一起。汽车过来了，到中央天安门，到中南海，到了里头还不下车子啊！僵尸就开到一路，叫马志华呀，开摩托车过去，把他抓住。太子啊，父皇的，说他失礼犯了规了，要处罚他。这件事情一来呀、很严重了，这么一个小官啊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做司法部长啊，只做个法官、监察官啊，他就连太子的事情、父皇帝要干涉，犯了法来处理，搞得汉文帝怎么办？跑去跟妈妈讲：“对不起啊，我教儿子教不好，我儿子犯法了，所以司法部要处理他啊。”你看，这个是汉文帝做人，马上太后，这个婆太后当然是说老子的，说庄子说道家非的，他应该处理啊，就处理了。因此这一步路就把姜世之提到最高法院执法的校长，这个部长了。那么下面两段原文给你们讲讲历史，很有趣的啊。向行，读古书要这样读，中国字一个字一句话，向行出魏朝。有一天他出行出去走啊，征古渭水西安桥上，有人从桥下走，秦魏马征不复廷尉啊，有一个人皇帝车子在上面过来，有一个人啊骑马过来了，下面走过来，把这个马害怕跳起来，皇帝车子打个摇摆翻了，抓住了，就把他交给司法去审判，交给姜世之了。姜世之一审判了，罚金，大概罚人民币2000块吧。向怒。古书啊，只写两个字，白话的写，白话让现代写一定什么领到骂娘，一定这样写，骂娘还骂爹。我有个女同学不骂娘骂爹，我们男人骂他妈的，他说骂他爹的，我说你怎么这样骂？你们都骂他娘的，我当然骂他爹的，我还在这，假如写白话像弄这么写，他骂娘了，可是不能这样写，他就这么骂娘骂爹，想弄脾气发脾气了。他说这个人把我车子都弄翻了，你怎么这破判罚金呢？是自愿罚在车子所谓天下公共也，法治人一个法，皇帝犯法老百姓犯法是一样的，这个法是法律规定是这样，他无意伤人嘛。你如果要判他重啊，是法不幸于民也，这个法律没有信用了，还要法律干什么？你要我去干一个司法部长干什么呢？下面讲，其方即是向识别居之者也。他你认为我判轻了，当时你给他视为抓住。一个枪给了就好了嘛，我也没有话讲，你为什么交给我司法审判？一交给司法审判，
法是国家定的，你也要守，我也要守，老百姓也要守。司法规定他无以犯罪，判法经了不起了嘛？啊，经已下定，结果你当场不杀，交给我法院判啊，评为天下之平也。法官哪到天平一样要公平啊？不能够说创了你皇帝就最重要的，不可以啊。啊！一冲，万一法律一有偏见，一歪了，一倒下来，天下用法，该为之轻重，民安所处及受助的。他说：“你如果不根据法律来，叫你这样一办，老百姓不相信有法律了，不晓得怎么做人了，这行吗？”将十四年之称的给皇上当面顶起来，上谕汉王得听。廷尉不假，你说的对。廷尉年十也，是他的官，来，这是古文。如果你演成电影，汉王殿等，不假，你说的完全对，照办就好。可是姜世子跟他闹了几次啊？第二次不同了，以后真要到高茂前玉环，殿下等位置。有人偷了汉高祖已经死了嘛，就是汉王的爸爸，那个家庙里的把玉器偷了啊，那么抓住了送到公安部，抓住了送到他那，西子就到，哎，姜世子杀手，这个人要杀。哦，这一次汉王的大怒，那白话王说不打骂娘，好、哦、领导不打人啊、发脾气。大骂，他说别人偷了我祖宗，他们爸爸庙里头的东西啊，偷了皇帝，我准备杀他全家的，啊，他说你结果啊，这搞得那么，非我所供，公庙异业，古代是宗法社会，对祖宗庙，又就是对于皇帝。死了祖宗庙子这个坟墓里都跟人家偷了，这个严重的很。好，这一回姜世子怎么办？面冠登首饰，古代穿的礼服，马上把礼服帽子拿下来，身上的领章还该系袍子也脱下来，跪在那里跪道：“对不起，他说皇上登首饰。”法律是主也，根据法律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他说现在不过只偷了祖宗庙子的一个余环嘛，你就要杀人家全家。如果有个无知识的老百姓把祖宗坟墓旁边挖了一泡泥巴，占住了一尺宽的土地，那你怎么处理啊，皇上？你陛下怎么加以法和？他那么大的脾气，姜世子还是给他顶下来，就包公一样，一点都不客气，冲进来我不做你的官嘛，把衣服都脱了跪下来，他说根据法律只能这样判，你不能再过分了，是有命的，陛下到墙岭一刨土，陛下回家去法。这个汉文帝，你看看汉文帝，最后脾气那么大的脾气，给他一听了有道理，只好去报告妈妈。祖宗的问题了，皇太后说可以了，就叫他这样办。所以这里古人有一首诗：“而问明主题三尺。”这个汉高祖说：“手提三尺剑而有天下。”也借女们，女们倒一捧一捧，就一捧这个字啊，捏捧捧出来一捧，我们捧你把一捧捧过来，提手旁一个脖子啊，就捏一捧啊，千古无辱骑瘦马，霸陵斜日众回头。汉文帝死了，葬在霸陵。这些古诗历史故事啊，是后来读书人永远怀念这样一个好的领导，好的皇帝很难，说千古无辱，
读书人啊，就是书呆子啊，豆腐乳、臭豆腐乳呀，跟人家看不起的，叫腐乳，千古腐乳奇兽嘛。每次经过汉文帝的陵墓啊，四中中啊，回头看，我怎么能够碰上这样一个好皇帝就好啊？八零写日众回头哦，到时间他去浪花，就是对不起啊，超过时间了。这个问题讲出来。没有完，先休息吧。